原标题庄瞎弄死小舅子，只为主政江淮。这位男人的一生堪称传奇。说到杨行密，了解他的人或许并不多，就连五代十国历史之中被津津乐道的也仅有一对冤家，朱温与李克用。可在中国历史上，唐末的五代十国是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，其中风云变幻并不亚于罗贯中撰写的《三国演义》。此处引杨慎的一句诗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今天就在笑谈之中来说说泸州人杨行密。杨行密852年至905年，原名行敏，字化元，泸州合肥今安徽合肥长丰人，出身草根，父亲是个农夫，早年丧父，无背景无前途，早年混迹在江淮地区，参战农民起义，后受恩主高骈提拔，造反的小混混领导房梁，最终一步步实现野心，一统江南，建立吴国，史称南吴太祖。读完杨行密的生平，让人不禁诧异，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竟在最后混成了一个帝王，那他究竟有何特殊，凭什么从一介草民最终混到权倾天下呢？身高马大，相貌甚奇，古人迷信，历来帝王为了标榜君权神授，都会在后世给自己平凡的出身编造出一篇篇神话传奇。譬如剪笛持玄鸟生谢商的始祖，姜元才绞尽生后冀州的始祖，刘邦对斩白蛇等等。以上证明帝王生而不同，那杨行密如何不同呢？据说此人长得高，颇有能力，因为能手举百斤，日行百余里，在泸州小有名气。生的高大却不是他的突出点，他最不同的地方在于相貌甚奇，至于如何奇特已无法想象，却有一则小故事可以了解一二。据说杨行密从事农民职业，还在基层苦苦挣扎之时，晚唐已经走到了末路，天灾人祸，外患频频，导致百姓流民失所，因此江淮地区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。这位险些活不下去的未来皇帝心一横，提着脑袋加入了轰轰烈烈的造反事业中，谁料天不遂人愿，起事很快，结局也快，农民起义被镇压，杨行密被当场抓捕，被人遣送到了刺史郑起那里，眼看着就要横尸当场。谁料刺史郑起一见杨行密，便甚惜之，大呼：“好汉，看你不是个庸才，是个干大事的料子，何必作贼？现在天下大乱，本官给你一条生路，快去干点正事谋生吧。”说完解开绳索，将杨行密放了。因为相貌甚奇，还意外地捡了一条性命，想不到长得好也是一种保命的手段。唐末行事图长袖善舞，收买人心自然，凭借长相不能混一辈子。在杨行密的传奇一生中，注定历经无数风霜，在大大小小的劫难面前，他皆能破釜沉舟，成为最后的胜利者，靠的绝不是运气。五代十国之中，要论收买人心哪家强，杨行密排第二，朱温绝不敢称第一。杨行密从泸州打到扬州，再到宣州、苏州等，征伐无数，杀了无数人，甚至在攻打宣州之际采用围城，以至于城中食尽人相的。杀伐从来是战争的必备因素之一，可杨行密从来不忘塑造一个仁德的形象。恰好夺取宣州后不久，他的谋士袁齐逝世了。这一刻杨行密放声大哭，就如当年曹操痛哭郭嘉一般，一边哭还一边说：“看来是老天爷不愿让我成就大事啊，为什么好好的要带走我的股肱大臣啊？唉，可怜我素来宽厚待人，
但袁熙却常常劝我要杀人。难道是因为这样，袁熙才不偿命吗？这样一哭一闹，不仅收买了陈叔之心，还得了一个好名声，韬光养晦，铲除异己。等到杨行密战孙儒，入泸州，抗朱温，剑南无后，故事却没有走向终结，杨行密的危机还在继续。他建立南吴，一路行来，身边集结了很多人，这其中还有杨行密的亲人朱延寿。朱延寿是杨行密夫人的弟弟，少年时就跟随杨行密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南吴建立之后，朱延寿的野心也渐渐膨胀，不在满族继续给杨行密当手下，就连同润州刺史安仁义秘密谋反，企图寻找时机取而代之。杨行密察觉了，没有直接处理，而是隐忍不发。因为杨行密的过眼病虽经过医治痊愈，却被杨行密认为是个利用的机会，于是对外谎称失明了。这一装就是三年，进进出出都靠师傅扶着，甚至还故意当着朱延寿的面倒在地上，撞在柱子上，撞成头破血流，惨不忍睹的模样。杨行密精湛的演技很快取得了众人的信任。不久见时机成熟，杨行密喊来夫人假意托孤，并令夫人叫来朱延寿主持南吴的军政大事。夫人不疑有他，喊来朱延寿，朱延寿大喜，很快赶来扬州。想不到却被杨行密藏在袖子中的锤子生生锤死了。吴太祖重新睁眼对群臣说，我双眼之所以失明，是因朱延寿导致的，如今斩杀了这乱臣贼子，便痊愈了。庄家三年，杨行密韬光养晦，终于一招铲除异己，成功避免了南吴的内乱，当得上是一代枭雄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数月之后杨行密病逝，终年54岁，谥号吴忠。长丰县吴山镇吴王杨行密的墓葬地，纵观杨行密的一生，精彩纷呈。说他收买人心也好，假如人假意也罢，都阻挡不了杨行密身上的功绩。他曾派兵对抗朱温，成功遏制了朱温南进的步伐，使唐王朝有了苟延残喘之计。他占据淮南，在江淮从事生产，收留难民，最终使江南一带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。欧阳修曾对杨行密也赞赏有加，人数善于众，置身节俭，无大过失，可谓贤矣。但笔锋一转，又指责起杨行密无霸才，说他不能起兵擒王，致使唐朝被朱温废掉。但这种指责却有些偏颇，在五代十国的动乱之中，利益永远大于道德。唐王朝早就走向暮年，又凭什么要求杨行密效忠呢？更何况淮南久经战乱，百姓受苦受难，杨行密统治淮南，宽仁爱民，最终必护了一方水土。纵使百年千年，亦抹不掉这属于杨行密的功绩。爱一家是小节，爱天下才是大节。杨行密爱护百姓天下，便是大节。辍学少年竟成最强纪检委，给江青、林彪定罪，中央还采纳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